对，主持人的带动下，现场民众情绪嘛开始激动，因为跨年烟火秀将要登场了。这是由高雄市名誉乐区所打造的摩天轮的烟火秀，美丽烟火从高雄山区照到晴光，也在大家欢叫声当中迎接新的一年。美丽烟火中度过新年，也留予大家一个真好回忆。但是说从粪扫留在高雄的山区当中，来摒扫的社区民众也真无奈，因已经连续清两天了，也是清不完。现在已经捡几袋啊？十外袋起有好吧？另外二十袋啦。逐年。你安尼捡安尼，大约捡偌济啊？那装车要到四十袋咧。这多哦，这困扰的。这困扰的。今年因为官府无举办跨年夜，暗会所有搁较侪人聚集高雄乡，高雄公所主任秘书林俊明表示，虽然为高雄带来商机，不过嘛带来一大堆的粪扫，因希望大家爱有公德心。民众，这个参加跨年哈，跨年晚会以后，垃圾随地丢弃的这个情况哈，刚好违背了我们这个美意了哈，所以。希望说而后如果有到我们古坑有到我们华山来玩的哈，或者参加类似的这个晚会活动的哈，大家民众能够说有公德心哈，共同来爱护我们这一片美好的山林。新的年度大家嘛纷纷许下新的愿望，不过国庆红公所的新愿望就是希望每年这个时阵，国庆山区唔通再变成垃圾场了。记者王真心采访报道。